啊，有人！糟糕，别走，被开走了！哇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，快走，快走！哇，完了完了，我车卡住了。我现在后面好像有三台车哎，我听声音是三台，有个在想事情的。好，张哈密达，哦，这有两个。哇，走开啊！哇，走开啊！好多敌人哦，赶快走！好刺激哦，这一场超多人在开车的，在下面走。喂，哇，有人开枪是哪里？啊，完了，完蛋了，换我了。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今天要挑战炼狱岛多人模式，也就是一个人要打多人模式。Hello， 各位官员、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。拿铁881波浪湖上班去 IWILLBEBACK， 好笑、哦、，Google 小姐直接练单这样子英文字母，这样好吗？拿铁881，它是881IWILLO。哦、OK， 上班加油，上班加油，好好笑哦！我们 Google 小姐真的很幽默。好啦，总之我觉得玩游戏胜不骄，败不馁啊，生死无常啊，这是什么办法、啊？总是会死掉的时候嘛。哇，多人模式，好，我现在我就要保持平常心去玩多人。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，Google 小姐她也很努力的在翻译啊。好，来咯，我觉得还是藏台车好了。可恶，我要撞爆敌人！我现在被敌人撞了，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！今天你今天撞人，你改天就要被撞回来啊！这个经验让我学到呢，以其人之报还治其人之身啊！哎、欸，以其人之身，好，总之我就要撞回来就对了。现在玩铁沙流是不是？我只是找不到车子啊，因为炼狱岛车子我真的摸不太清楚在哪里。我觉得不用拿太多装备，反正随时都要死嘛，对不对？帮我看到一台哦，嗯，有一台蓝卡，好，我一定要抢到它。哎呀，各位玩铁沙流啦，反正直播完我就没有考虑说可以玩太好。大家有看过鬼手就知道，我是鬼手是左手被封印啊，我是右手被封印啊。灵异教师神眉，超久以前的一个动漫，然后我现在是右手被封印。神眉老师，我懂你的感触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有敌人！哇，他枪比我好，他是 Scar 啊！有人，糟糕，别走，被拆走了。哎、欸，他在干嘛？他不要车了吗？好，谢谢你哦，兄弟，谢谢哦。拜拜，谢谢哦，我不撞他，我就走了。其实我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。他把车让给我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懂事的一个位玩家、啊。你这样做就对了，人好好哦，谢谢安德鲁哥哥，母汤哥哥，谢谢你。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怎样，因为他刚才挥拳哎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干嘛，他会以为我是队友、啊。好，我先走好了，我去找武器。人好好哦，人间处处有温情啊，就说了嘛，这世间还是有，怎么200 SKS 有这么好运这种事哦？我不要拿 SKS， 我都开车，我就不玩 SKS 啊。哇，不对啊，嗯，汤哦，所以我就不太想要拿 SKS 哦。巴马 OK， 这把可以，我现在缺一把散弹枪，就完配了。好，谢谢安德鲁的汽车赞助。这是我们的汽车赞助商。等一下，我在听有没有其他敌人。哎，不对，好，这是那个遗迹那边。我先把车藏里面，我去找那个。
他现在画箭头，好笑、喔。仪器下面现在有画箭头、欸，怕人家迷路哦、喔。我之前有跟官方说，仪器超容易迷路的，然后后来就有可能有听一些玩家的建议吧，他就加了那个、欸，加了箭头哦，可以哦、喔，铁车流要回来喽，各位观众，铁车流要回来了，给我拿到了散弹。他队友在哪？我看不到队友。兄弟，你有没有队友？赶快叫队友出来哦！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我要等他队友。有没有队友？快点叫队友来！叫队友来救你！快点哦！快点哦！队友在哪里？有没有队友？其实我人也是很善良的啊。我等你队友来。哎呀，他死掉了，来不及了。好吧，我知道哪里有装备，谢谢啊。这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很远。是他是自己一个人跳这里吗？好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。被右手被封印的拿铁到底可以玩多久呢？我也不确定，可以应该是说可以活多久啊？欸，我车在哪里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啊，铁砂流，铁砂流。我现在装备应该可以了，远近都可以。哇哇哇！卡住，卡住。好，来啊，铁砂流，溜一波。啊，要撞到了，要撞到了。Sorry，Sorry，Sorry， 失手，失手，有点打滑。手有点滑滑的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出发出发！哇哇，这什么？安全锥，安全锥，不知道应该好像撞不坏吧？好，我们去找敌人。然后铁砂流的部分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要玩铁砂流，你就不要去爬山之类的，就玩平地比较有优势。那我现在玩铁砂流的话，我就不拿狙击枪了，因为狙击枪的话对我来讲没有太大优势。哇，有香菇欸，可是我很想拿，可是我也不能拿。因为我现在一停车，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好像这个地方嘛，可以适合开。东西很多欸，哇，等一下，包包太小了。我要先多拿一些补包，不然我会死掉。先小心一点。哇哇哇！好像没有人，好像没有人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我每个地方不能留太久。人间处处有温情啊！这是什么？头盔？一级盔？二级？欸，三级盔？是三级盔吗？让我拿一下。哇，现在停车都觉得会死欸，好可怕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太窄了，好难开哦。眼力要很好啊，是三级盔没错。好，先不拿，先不拿子弹了。好，出发出发，找敌人，找敌人。卡住了，然后铁砂流呢？最好的时机点就是敌人在跑圈的时候，他比较没有攻击你的车子，因为他要选择逃跑跟开枪二选一。如果今天开枪的话呢，他可能被毒圈毒到。然后铁砂流的话就是要做干扰，你要去干扰他，不要让他有机会逃跑，也不要让他有机会开枪。他开枪的话你就跑远一点再回来。好，现在要找毒圈，走毒圈边缘。然后此时铁砂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说。你今天如果遇到敌人很强的话呢，你的车子可能瞬间被打爆了，然后你就换你在地上跑了。好，换车换车换车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在跑圈的。啊，香菇欸，我想吃那个香菇哦。等等，我先刻个香菇好了。有三级的，三级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为了香菇我可以。这个香菇对铁砂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品。好，随点血没关系，应该是值得吧。哇，还有二级菇啊！算了算了，来不及吃了，直接先撤了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哦，我现在没有看聊天室，不好意思，所以等一下我再看。我先认真的击杀敌人。哇，现在抓有没有跑圈的人？哇，我这样一个人玩多人模式会没有什么优势。
大家记得，我现在玩是多人模式啊，不要把它当单人在看啊。你们觉得、欸、怎么没有吃鸡，怎么死掉了？这很正常的事啊，多人模式很难玩啊。不信你自己挑战看看啊。好，小心一点。我在呼吸，呼吸有点大。我有时候你们刚好发现了，如果我在认真的时候啊，我的呼吸声会比较大声，那是因为我要调节那个呼吸声。前面我爆炸，不知道是空袭还是有敌人在丢手榴弹。哎，空袭是不是？它爆炸很多块。哦，对，前面在空袭。哇，这场没有敌人在跑圈呢。哇，如果三个一起做滑索，会不会卡在一起啊？紧张时刻啊！哇，这个不好开进去。有人在损血，有人在损血啊！哈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看他在损血，我算是给他一个痛快了。看有没有其他敌人，表示有人打他。我帮你找出来。上坡，上坡。哇，好像会死的感觉，好刺激哦！我自己这样玩都觉得很刺激耶。多人模式这样开车真的很爽，就是随时都会死掉啊，随时玩家都会送你上西天。看到敌人了，哇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，快走，快走！哇，完了完了，我车卡住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有两个，有两个，哇哇哇，哇快走！哇，我车要爆了，快左右！当你车被打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左右左右转。比较不会被再攻击第二次，没有撞到，因为刚刚那个太斜了，可惜啊，不然可以送一个，太可惜了。然后有一个在石头上，这个老鸟啊，他知道我会再开回来。我、哦、看到车了，呀哈哈，第二台鲨鱼号，哇，好久没玩那么爽快了，对嘛，这才叫玩游戏嘛，是不是各位？来，东京甩尾，这叫炼狱岛甩尾。拿铁表演一下给大家看，什么叫再回去？因为我这样就走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要跟你们殊死斗啊！他们应该还在那里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。看到人了！啊，糟糕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撞到他，让他开枪了。有另外一车在跟着我，是不是？有敌人在开战，等一下，先不要下来。现在我后面有人在跟车，不过我觉得他跟不到我。你跟得到我的车怎么可能？来来来，尬掐尬掐，你这样你穿得过去吗？啊，我看他技术好不好，我来考验一下这个人技术好不好。他现在跟我尬掐，哎、欸，不错哦，小兄弟有骨气。来啊，我看你穿得过去吗？我在飞。好，我现在有后面在跟车啊，还蛮刺激的，我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拼一波的感觉啊。然后拦车啊，哇，两台车，两台车，好像是绝命尬掐的感觉咯。还有这个车不能开枪，不然我的车被打爆了。绝命尬掐哦，感觉有绝命尬掐的感觉。好，来，我带你们一起走，来啊，走走走，跟我走，两台车跟我走。跟拿铁走，来来来，他们一直撞到，有没有听到声音吗？就是撞到的声音，跟不上我啦，都快消失在我后尾灯了，兄弟加油一点啦，你们要消失在我后尾灯，哎、欸，我的后照镜都看不到你们了，已经消失在后照镜了，想跟哥尬掐，地狱岛车神在这里好不好？乱讲的啦，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太大言不惭，先等我用那个车子。吃鸡再说，跟不上我的车啦！人在哪里？好像有一台跟了，有一台快跟上，可是还是有点遥远。台铃说什么？为什么追不到前面那台车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撞到石头了，都有，太骄傲就会这样。我现在撞到石头了，错了错了，这边正有个石头哦，海上的那个空投哎、欸，他们放弃了哎、欸，还是人不见了。海上空投有人吗？我看一下。
我觉得我不要捡好了，我一捡可能就会死掉，因为这个要游过去有点风险。绝命尬掐，好的，我相信聊天室一定会很多没礼貌的小朋友啊，那个大家就原谅他们吧，他们没有事做啊，就只能来跟我骂骂人，然后刷一下存在感。所以聊天室有时候很多无聊的小孩子，我建议还是多读点书好了。到处乱攻击人真的是很无聊啊。好吧，我继续吧，我看一下哦，现在这个状况哦，哇，这个我要往哪走啊？我看可以玩到最后吗？可以尬掐到最后吗？先偷吃一下香菇，好，快快快，赶快走。好，刚才两台车已经不见了。四个补包，哦，圈最后的大小是可以开车的。我真的好久没有玩多人模式哦，我现在也忘记我之前玩多人模式的节奏是怎么玩的。因为我通常都是会，比如说三四个敌人先撞个一两个，然后剩下两个跟他拼枪，就是要有这种骨气，一鼓作气击杀敌人。然后你不能够手软，心软啊，手软是什么？你不能够心软，心软的话你就会输。现在敌人其实还蛮多，还有13个敌人。那我现在玩的是多人模式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，不然很多人都以为，哎、欸，哪天你玩单人哦？哇，那有个斜坡，哎呦哎呦，差点卡到，先大回转，好，可以。奇怪，这些敌人不在这里耶，都躲起来了。其实像多人模式，我觉得比较常看到的就是。敌人都是会大家躲一个房子里面或之类的啊，欸，有开车的在后面哦，这边有两台车，两台 AT 那个，欸，好好笑哦，什么鬼啊，根本在玩绝命尬掐嘛，好哦，我来玩绝命尬掐，全部都追过来了吗？追得到我的车尾灯吗？我看到敌人了。哇，好多敌人，好多敌人哦，赶快走！好刺激哦，这一场超多人在开车的，大家都在开车啊，这是有车的年代啊，一车在手，你就可以畅通无阻了。我现在后面好像有三台车，哎，我听声音是三台，不过现在目前车速最快应该是我这一台，除非有蓝卡，不然应该是无法超越我。目前没有看到一台车是可以开到我面前的，我是不会失手的啊，兄弟，上面有敌人，两个蹲着，好，先走，好好玩哦，哎，我看到敌人，是敌人吗？好像敌人，哎，有个在想事情的，厂商哈密达，哦，这有两个，哇哦。都开啊，哈哈，好好笑哦，那个敌人被剪掉了，被剪头了，交战，快走，制造混乱，赶快走，哈哈，哦，我刚把那个车撞飞了，欸，好酷哦，我觉得这样玩蛮刺激的，欸，我喜欢，再来，我看大家可以谁可以开到最后啊，我觉得我一下车就死定了，所以我就不能下车，我觉得要跟他们拼到最后，我看到敌人了。厂商哈密达，这个敌人，哇哇哇哇哇，不行！哦，刺激哦，绝命尬掐，真的是应该叫没命尬掐了，没有命要尬掐了。哇，后面好多人哦，后面好像有两台车，哎，他们也不下车，我们要回来了，我带着车队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树上的会吓死，哎。他怎么一直带人过来啊？我们躲好好的，然后一直蓝卡，一直带一堆人来。我也不愿意啊，我也是被跟踪的那一个啊。哇，又有敌人躲帐篷区的，好好笑哦！大家都躲得不动，哎，因为这太多人在开车，还蛮恐怖的，哎。说真的，如果决胜，你看到三四个在开车，你应该觉得我还是不要玩这一场好了，我还是赶快退出去哦。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。啊，完了，我在干嘛？好，哦，失手，失手，真像有箱子哎！我，哦，失手，失手 ，sorry，sorry，sorry，I am 失手。那个上面还在吗？我看一下，
哎，走掉了，好像走掉了，在下面。走。喂、哇哦，有人开枪是哪里？啊，完了，完蛋了，换我了，不妙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十七了，我赢了！哇哦，鼓掌！我十七了！单人，不好意思啊，炼狱岛单人挑战多人模式十七，有没有看到？胜利是属于炼狱岛之神的，六一波，六一波，六一波，六六六！有没有看到？炼狱岛好不好？尼亚斯，我跟大家讲一件事。昨天尼亚斯跟我说，尼亚斯跟我说他双人模式炼狱岛吃鸡了。我跟他说不行，那我要多人模式吃鸡。所以我真的超越尼亚斯，我要超越他。我要跟尼亚斯讲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多人模式吃鸡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太刺激了！哦，这种好好玩哦。因为我刚开始开车是开车是开车。啊，今天直播到这里啊，结果手真的很酸啊，右手很酸啊。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，这个游戏其实真的。因为有时候往往不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赢，就是只有到最后一刻你坚持下来，你才有办法赢。我最后就打那个两个毒圈的那两个人，而且我从头开到尾，我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卡住，然后有人可以帮我请下车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超越我的车子。你可以碰我肩膀，可是你不可以超越我的车子。好，我会剪精华、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的管理跟各位观众啊。然后我去吃晚餐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。我希望大家玩游戏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啊，然后不要当。其实我开管聊天是一些谩骂声，而且就要理他们啊。好的观众会留下来，坏的观众我们管理员跟我都会请他们离开。然后未来呢，我会继续拍《Free Fire 攻略》的情报。谢谢大家今天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持续订阅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游戏见喽。好，大家记得吃晚餐哦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So we're caught up in drama.